1945年，中国东北的夏天走得非常早，近8月，人们即能感受到空气中那逼人的冷风。战争即将来临的小道消息此时不胫而走，战争在一步步向东北走来。当时我在日本那个军队的工厂，在81部队做工的时候吧，有一个感觉，什么就是日本投降啊以前呢，日本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死守东北，放弃日本，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日本的内地工厂从东京往这儿运呢，就是东京沈阳，东京沈阳一箱一箱的，感觉就日本好像是看起来国内已经挺不住了。在东北大城市的街头，日伪人员已经开始组织民众建筑街垒地堡，普通工人学生都接受了战争动员，每个人都记住了玉碎这个词。武器发到了日本侨民手中，但这些武器似乎无法抵挡飞机大炮。所有的工厂外边都瓦战壕，其实日本的一个侨民嘛，当时就是日本人嘛，这个家属什么都发那个炸枪头子，就是一个木杆子上边放一个炸枪，日本的这个家属啊，每人都配备一个那个东西。1945年8月6日和8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8月8日夜，苏联红军突然出兵中国东北。当时在长春上学的徐德元印象深刻。8月8号的夜间就有空袭警报响，同一天7号已经响过一回啊，这都是演习，到8号再演警，拉警报啊，同学都不起来。我呢有点心眼，我说大概有点什么动静，我得起来看看，这是半夜1点钟了。我出去看有飞机声响，再过一会儿你看城里有这个投照明弹了，我说这不是演习了。等第二天早晨，学校那个属部长就向大伙宣布，今天凌晨苏联悍然进攻满洲，现在已经处在战争状态。1945年8月8日夜，150万苏联红军从3个方向进入东北，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战。从1931年的9·18事变到1945年的8·15光复，东北经历了日本14年的殖民统治，终于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所有人都要在这一刻做出选择。那么在这之前，中国东北都经历了什么？普通民众面对变局又是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是美军俘虏。著名的红色战地摄影师孙天元今年86岁，他目睹了东北命运转折的所有重大时刻。孙天元出生于山东，幼年随父亲闯关东来到东北，此时伪满洲国刚刚建立。在前往东北的轮船上，孙天元与父亲即体会到了关内外的鸿沟。东北已经是满洲国了，得起一种那叫劳工票，就像办理出国证似的，得办理那个。山东人说话那个腔调不一样，登记的时候我爸爸叫孙占才，才干那个才，写字的人那个写了个孙占才，彩霞那个彩。上船以后就遇到船上检查这个侦缉队，这就麻烦了，这一个字儿是差啊，你是八路军的吧，你是什么探子，你是哪国人呢？我爸说我是中国人。你再说一遍。我
我说中国人呢，啪啪这打，哎呦，这怎么我是中国人？你他妈中国人到满洲国干什么？孙天元的父亲在无奈中只好花钱买了一个伪满洲国的臣民身份。父子二人在大连下了船，年幼的孙天元这是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当时的大连让他印象深刻。车水马龙，过横马路不敢过，这简直怎么过也不敢过，这个车都自动的啊。这再就看那些高楼大厦。从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近十年间，伪满洲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那么，日本为何这样做？有18事变以后，把东北作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基地，后来呢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又想称霸全世界，他必须有这个后勤保证。必须有军需供应，所以他把他日本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包括管理技术，都用在经营满洲这个地方。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远比沈阳、哈尔滨、大连等东北大城市落后的长春成了伪满首都，它改名为新京。日本人为何如此看重长春呢？长春不但处于东北中心，铁路四通八达，而且政治色彩稀薄，易于培植势力。其他大城市，沈阳一直是奉系军阀的统治中心，哈尔滨则被苏俄经营多年，唯独长春一张白纸。孙天元随父亲来到伪满洲国后，开始在吉林上学。中国人，我学你日语，那个日语课本里头又是什么，还记得什么黑带上，就是黑带上是士兵，哎，妈的，这个内容不感兴趣，所以后来我这个日语啊，一直是老是不及格。教日语的日本老师啊，在乡军人，就是敷衍转业兵，那些人呢，他们的法西斯形象，挺恶劣，我还挨过打。因为下课了，我就跑出去了。后来有些军人在后边啊，淘气，这金德很生气，他就让大伙都站着。正好我出去上便所了，回来他就说我没下课就跑了，给我削了两个电炮。首先在语言上，定满洲国的国语是日本，让中国人根本忘掉你是中国人，所以。他们中国人不叫汉人，叫满洲人。这里是当年由日本人投资在东北建立的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影公司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成立于1937年8月，它的实力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土所有的电影公司。满映是一种特殊的会社。咱们说电影是一种艺术，他说电影是一种武器，什么武器？宣传武器。在平时无事的时候，电影都什么都跟我说了；一旦有事的时候，电影就是武器，就是刀枪，就是子弹。そのためにこそ、あらゆる米軍が地上戦の武器として重要視せられるのであり、民族調和の精神も米軍によってこそ伝われるのでありますが。满映成立初期，其出产的影片完全无法同上海竞争。1939年10月1日，日本宪兵出身的甘破正彦入主满映，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提出一个人们想不到的一个东西，满映应该称为满洲人的满映，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正提出这口想不到，但当时呢他。不仅提出，而且做到。很快提出一批的中国这个导演，伪满拍片一共拍了108部，其中中国人拍的、中国导演拍的60多部。在文化上，满映当然是日本统治，他拍一些个，所以这个日满协和跟日本合作的一些宣传电影什么，这个有。
但是更多的还是教育，从教科书这方面来入手的。中国古语有句话，日本人非常懂的，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这都看在眼里，我心里明白，我姑家我们的对外头就得说满洲国人，在家里还是我们是中国人。不久，孙天元的父亲去世了，他开始在社会上颠沛流离，先后在印刷厂、牙科诊所当学徒，所见所闻令他义愤填膺。那时候粮食是配给制，就到半个月发一次粮食。哎呀，这时候看到，就是和日本勾结的这种奸商啊，给老百姓那个粮食的残，发给老百姓的粮食残渣子，残的什么，就这么发财啊。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买大米，卖大米那叫经济饭。那么家里要吃顿精米饭，吃顿大米饭，都告诉小孩吃完饭了看嘴巴子上有没有饭粒儿。你要出去玩，嘴巴有饭粒儿，看着他们家吃大米饭了，这就犯事了。伪满时候，警察里专门有一种经济警察，就专门看这个的。那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亡国奴啊，就是怕我是比那个东北的那个学生啊，那更知道自己祖国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就是盼望着能够早点光复，打败日本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开始逆转，普通东北民众也感受到了日本统治江河日下。满洲国后来到什么程度了？到了吃巷子面给老百姓，就是一种野果山里头，夯喂猪的那玩意儿，豆蝇，门上的铁环铜器，箱子上镶的那个古典那些什么。这都拿回去做子弹。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期间，在黑海之滨的雅尔塔，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举行了一次关键性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的分配方针。其中核心议题之一是美英要求苏联3个月内出兵中国东北，剿灭日本关东军。那么当时美国为何非需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不可呢？他自己没有力量制服日本吗？日本人在这个整个24世纪大战以后，把东北作为日本侵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叫做东北叫做兵站基地。什么叫兵站基地？就是说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特别是那个后勤补给，又想把这块给摧毁了，谈何容易。国务院跟陆军部、海军部都协调了一下，从军事上来看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说不让苏联出兵，我们自己就打败日本。但是军方的这个评估就是说，这样我们就会损失非常多的人员的这个代价。在这以前，美国人和日本人呢，这个作战呢，这个打的最激烈的是一个在太平洋一个岛，叫瓜达尔卡纳尔岛，从1942年的7、8月份一直打到1943年的2月份，使美国人的吃受了的苦头。那你日本就是不投降，而且到1945年的时候提出口号“一亿玉碎”，所以美国人已经感觉到，要想把它彻底击垮，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1945年8月9日，在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末代皇帝溥仪接到来报，苏联红军已于前夜对东北发起了全面进攻。尽管日本人向他一再保证，日本关东军的防线固若金汤，但溥仪知道伪满洲国的大限已到。苏联红军对日宣战之后呢，日本关东军司令官3天以3到我皇宫来了，就说跟溥仪讲，由于战略上的关系，
伪满洲国的迁都，迁到通化去，要求溥仪必须当天就走。这个溥仪当时呢，就感觉这个事儿呢不太好，他说我马上走的话，他就感他想到他一些珠宝怎么办，他就给这个关东军司令官谈条件，谈条件就是意思得给我几天。溥仪说：“你看我家人多，物品多，在他的苦苦哀求下，给了他三天宽限，就是三天以后必须走。”当年溥仪仓皇离开北京时，随身带着从故宫盗出的上千件历史文物，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随他一路来到了东北。在伪满皇宫中有一个书画楼，这些珍品就藏匿于此，人们管这个楼叫小白楼。主要这笔国宝他放心不下，他不可能全部带走，所以说他利用关东军给他这时间呢，他首要的任务就是挑选一批随身带的国宝。1945年8月11日，溥仪逃往通化，随身带了70箱书画珍玩，而更多的历代国宝被锁在了伪皇宫的小白楼里。这警卫军和禁卫军呢，就守卫皇宫的部队，他们平时呢巡逻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这个书画楼和小白楼是放什么东西的，因为平时老大门紧闭，从来不开。有一个警卫军呢，就是当时走到门前，他说皇帝也不在了，他就趴了窗户往里看，那一摞一摞大木箱，大木箱里头看着呢还有装小箱，他就斗胆就把这窗户门就起开了，进去一看，一看是绢呢，是绫啊，还有画。故宫书画珍玩还在伪皇宫小白楼的消息不胫而走，留守警卫不久便将这些宝物全部盗出。最后达到什么程度呢？一幅画你拿过来我拿过来，大家争抢，甚至把它拆成三段四段。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伪皇宫这些书画国宝全部散失一尽了，基本都是警卫军和禁卫军抢走了。就伪满垮台以后，光复的时候，伪皇宫前面这有一个叫小铁道街的，那有个旧物市场，很多伪皇宫的物品也在这里卖了。长春市的很多古玩商、古董商，和北京的一些古董商，就纷纷上长春来收集这批东西来。隋代展子虔《游春图》，这是隋代的无价之宝，这就溥仪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后来以黄金成交了。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此时日本关东军只有9个师团，约10万兵力，再加上临时拼凑的日本侨民及公务人员，不过25万人。他们建制残缺，武器不足，士气低落，面对苏联百万大军的凌厉攻势，他们一触即溃。原伪满士官学校的学生史树新当时身在长春，也被召入防御阵线。北满防卫线、中满防卫线、南满防卫线，当时把军校的学生也编入到这个中满防卫线的这个整个这个战争的序列。然后学校就安排所有的日本人呢都得参加战斗队，其他的各个民族的学生都预编成劳动队，让我们到公主岭去勤劳奉事。日本人领队的人呢，也不点名，也不查数，一看呢，似乎是把我们领出去啊，巴不得你这些学生赶紧自己跑了，跑光了我回去就交差就得了呗。到桃家屯就剩22个学生了，出发89个，这我们才跑回家。13、14，那长春呢？火光冲天，在收档案，无尽的军事政府档案，那个各公司日本人那是，他怕他知日本人知道他自己要投降，那没法儿，所以把那个罪证进了去。16号中午，看着东边老百姓都在那嘁嘁喳喳，到那一问什么事儿，他说日本投降了，我们说准确吗这消息？就是电匣子都播了，就是说那个广播了。
是到16号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实际我们比日本投降已经晚了36个小时。苏军出兵东北如排山倒海之势，在长春的电影公司满映理事长、日本宪兵出身的甘破正彦知道大势已去，他将2000包氰化钾发给电影厂所有的中日员工，要求大家自裁。他把所有的日本人吧都召集来了，就叫这些日本人都死，发一包这个剧毒的药，那个药的名叫氰酸钾锂，氰酸钾锂，这个药吃了以后马上就死。他还有这么打算，他想呢，把这个氰酸钾锂吧投在新京市的水源。后来他的刚买的亲戚朋友，或者是这个满映本身这个职工的这朋友，说这个手段也太残忍了，说大伙反对。后来迫于无奈，甘柏收回这个命令。甘柏呢，在这个前后宣布他要死，我说我说话要算数的，我肯定要死。一直到8月20号早晨6点，把这氰酸钾锂吃了，所以这一天呢，标志着这个满映的解体了。满映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东北的命运，连同小白楼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满映摄影棚里那些静静安放着的摄影机，在此后政局变幻、云诡波谲的惨烈较量中，一切或随波逐流，感受大浪淘沙的痛苦与壮烈，或奋起抗争，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在东北的命运发生逆转之际，在遥远的延安和重庆，毛泽东和蒋介石也将目光投向了黑土地，国共将在这里展开怎样的争夺？这些东北抗联军官为何身着苏联军服？斯大林如何对待这神秘的88旅？他们打回老家后如何作为？排山倒海，苏军占领东北，政权真空，民众随波逐流，转折点的痛苦彷徨，乱世中的悲欢离合，